师，昨天我生病没写作业。哎，妹妹，你八字够了，就等着挨骂吧。妹妹，没关系的啊，你真是个诚实的孩子。啊，诚实就可以了？那我岂不是可以不用写作业了？回家后。哎呀，佳佳，快点写作业，每天都拖拖拉拉的。爸爸，我的作业都写完了。佳佳，你什么时候写的呀？是我的佳佳宝贝厉害，这么快就写完了。给你，豆豆，我看你是见不得妹妹写的比你快吧。妈妈，妹妹这么快就写完了，我也替她开心啊，我也要加油啦。第二天，老师，我作业一个字都没写。佳佳真的是鸡贼模样，这下老师肯定要称赞我是个诚实的孩子了。妈妈来了。佳佳妈，你怎么管孩子的，作业一个字都没写，批评他还不服。佳佳，你昨晚不是告诉妈妈全部都写完了吗？妈妈，这老师不公平，妹妹没写作业，老师就说她是诚实的孩子，我没写作业为什么就不行了？你还敢顶嘴？佳佳妈，别打孩子。哎呀，这样子，哎呀。